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合掌。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净土大经科注。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513页。513页，请看第七行。雪山有香，名具足名相，若有众生嗅此香者，其心决定离诸染浊。这是一段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在雪山呢有一种宝香，这里的雪山是指的喜马拉雅山，山上有一种香叫做具足名相。它有什么好处呢？闻到这个香的人可以帮助他远离染浊，也就是远离烦恼，得到呢戒品的清净。在这个罗刹界也有香，叫做海藏，其香但为转轮王用。那这种香呢是转轮王使用的。这个罗刹呢是恶鬼的一种名称，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可畏，畏惧的畏，可畏，或者叫做宿疾鬼护者。那么罗刹呢也是地狱里面的狱卒，有时候呢他也是佛教的守护神，称为罗刹天，所以他的身份呢也挺复杂的。若烧一丸香气所熏，王及四君皆腾虚空，游止自在。如果能够闻到这个香气啊，一下子使他的能力呢增强了。你看这些罗刹王闻到这个香之后，他跟他的军队哦可以腾空而起。诸位同修，你每天上香上了那么多，有没有从地面跳起来呢？这是证明我们这边的香啊远远不如啊他们的香。那再往上面去更加殊胜。善法堂中有香，名香性庄严。善法堂是指的刀立天天主，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。若烧一丸熏彼天众，普令发起念佛之心。
哎呀，如果我们这个讲堂也有这种香，那就太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这个在刀立天哦，这个天王他点了这一颗香之后，其他天人闻到呢，自然而然就愿意念阿弥陀佛了。第三层天，须夜摩天有香明净障性，若烧一丸熏彼天众，莫不云集彼天王所，恭敬听闻王所说法。这个夜摩天的天主，他如果点这个净障性这种香呢，其他的天人都会闻到，自动的就会来到这个天王的身边，听他讲经说法。第四层天，兜率天，他们有香名信度婆罗，于一生所系菩萨座前。这个一生所系菩萨就是指的弥勒菩萨，我们晓得他是后补佛。若烧一丸星大香云，遍覆法界，普欲一切诸供养具，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会众。这个第四层天的天人福报很了不起啊，他们闻到这个宝香之后啊，马上就会发大心修供养。要供养呢，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会众。妙变化天有香，这是第五化的天，名夺异性，若烧一丸于七日中，普欲一切不可思议诸庄严具。点了这么一小颗的香之后啊，竟然能够在7天当中连续的从空中降下这些啊许许多多的庄严的供具。那这里呢就没有接着再介绍啊第六层天。上述世间诸香，且有如丝胜用。这是讲我们这个欲界的啊香的情况。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，乃法界万德之香。极乐世界的宝香，那跟我们这个六道里面的香呢，大家是迥然不同的。因为极乐世界的香是信德之香，是万德之香。这里的介绍啊，都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所发的第43愿是真的成就了。如《维摩经·香积佛品》云：“尔时，维摩诘问众香菩萨，香积如来以何说法？”就是说，在香积国的香积如来，他怎么讲经说法呢？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677页。参考资料下册677页，大家找香积如来，有看到吧？好，香积，众香世界之佛名。在《维摩经·香积佛品》说，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佛土，那这个距离就很远了，它是42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有一个世界呢叫做众香世界。您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那个世界好不好。好，我们这里叫什么？娑婆，这个就太糟糕了。
佛号相继啊，他叫相继佛，今现在其国相继普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乡最为敌。原来这个相继如来之所以啊这么样的殊胜，是因为跟这个香气啊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跟其他诸佛世界的人天的香相比，他那个地方的香呢排名第一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，经行香地，愿缘皆香，云云。你看人家住的房子全部都是香料做成的，走的地面呢也都是香料啊。我们这边是什么地面呢？土地、草地、水地，远远不如人家。好，这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下面呢我们继续看注解514页第三行，514页第三行，彼菩萨曰：“我土如来无文字说，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。菩萨个个坐香树下，闻此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。”看了这里的描述啊，我们就知道在香积国里面的众生，他六根当中哪一根最厉害呢？鼻根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大家哪一根反应最敏锐呢？耳根。所以大家看了楞严经就知道了，这个文殊菩萨他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拣选圆通，他选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。经上告诉我们：“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”所以当年释迦牟尼佛呢，他怎么教化众生啊？就是用这一个舌根天天讲经说法。可是如果是在香积国呢，那佛怎么样教化众生呢？就是燃香。如果我们这边大家的鼻根也很厉害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怎么讲呢？我们这个讲堂啊，先把香点好，您进来之后闻着这个香，闻着闻着你就开悟了，闻着闻着就正果了，就成佛了，这个就太省事了。所以每一道的众生呢，得度的机缘不一样。下面是念老所说的：“今极乐妙香亦复如是，功德无边，普熏十方，广作饶益，能令闻香众生皆修佛行，尘恼垢习自然不起。”在此地啊，只是很简单的做一个解释，那等我们到后面第20品的时候再来细说。所以在极乐世界的香呢，远远超过其他诸佛刹土。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？是在于当初啊，因地考察的时候，他就晓得这个环境理想会帮助我们大家安身立命，帮助我们呢认真学道、求道、正道。极乐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复熏十方世界，皆显世事外法界。从这儿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证据了，的的确确极乐世界它也是具备华严经上所讲的四种无碍的境界。所以在极乐国土
您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闻到啊宝香。说实在的，不但您在极乐世界可以闻到这些宝香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可不可以也能够闻到极乐世界宝香呢？也行的。它是距离我们很远，十万亿佛国度，但是它那个香气怎么样呢？也会传到我们这里来。但是我们怎么闻呢？就是闻不到。其实那个香一直往我们鼻子里面灌，我们就是闻不到。什么原因呢？自己有障碍嘛。哪一天呢，把自己的业障消除了，您就六根能力全都恢复过来。接着下面呢是第23章。那么后面的经文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到佛发这个愿呢是对菩萨而发的。44到48愿，总共5个愿全都是对菩萨众。因为其他世界嘛还有很多菩萨，他们还没有成佛，阿弥陀佛呢发大心也要帮助大家快速成佛。前面的43愿呢是对六道众生而发的。我们六道众生呢因为业障重，福慧很弱，那佛呢特别发明了一个待业往生的念佛法门。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信愿持名，人人都能够在这一生呢离开六道升到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一土，在那个国土啊，好老师好都是佛，同学好都是菩萨，并且呢我们生在那边各个无量寿，前面所提到的宝香在极乐世界啊处处都能够闻到，您闻着宝香呢同时也能够断烦恼，这是它的妙用。我们再看底下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诸身众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。下面解释，又章中从至于成佛以前，表第44普等三昧愿，定中以下表第45定中供佛愿，从第44以下诸愿皆为彼国以外他方菩萨闻弥陀名得殊胜法义之愿。所以发这个后面的几个愿呢是为他方世界的菩萨们而发的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菩萨也都是有烦恼有习气的，只不过是轻重多寡不同。那阿弥陀佛呢也要加持大家，也要呢成就大家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发心好好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最后的5愿，第一个就是第44为闻名得诸三昧至于成佛之愿。从得三昧到成佛，这是菩萨的一个过程。待者即也，亦系词里面说水火相待，就是呢水火相济。注曰水火不相入而相待即，有待者追也。根据这个会书的意思呢，是令闻名人即使得诸三昧，故言皆悉待得。这个待得啊，我们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，是当时马上就得到。
所以啊，这个闻香啊，功德不可思议，听法的功德呢也不可思议。尤其是听到什么法呢？就像慧书所讲的，让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，他立即就能够得到经上所说的三昧。在《无量寿经颂译本》里面说，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号应时正得极净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三昧，这个应时就是说即时听到弥陀名号，马上就能够证得极净三昧。其中应时正得，也就是皆悉待得的意思。清净者所住之三昧无染无浊，故曰清净三昧。这个三昧啊，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正定。三就是正，昧呢就是定。定的境界、方法等等都不相同，果报也不一样。我们今天修的三昧啊，是一个很特殊的三昧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的是念佛三昧，那念佛三昧在所有三昧当中是最为受到尊敬的，它被称为宝王三昧。怎么样从念佛当中得到真实之力呢？那就一定要做到经上所讲的四个字的标准，至心称念。所以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教我们大家念佛，他说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我们这个六根接触到外面境界的时候，稍稍一受到影响，要立刻用念佛的这个方法，把自己的妄心等等全部都震慑住，不能够再使自己的六根呢继续的产生执着分别起心动念。相比较其他的法门呢，念佛法门容易使我们摄心，容易呢把我们的心呢静下来。的的确确，人生一世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呀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，等到哪一天您90多岁了，就感觉到人生过得快了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90岁也不远了？是不是？您看今年多，今年是2023年，到2033年并不远。10年是很快的，那如果20年呢？2043年呢？很快也会到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每天的福报，福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福报就是我们的寿命。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他是不会浪费自己这一天24小时的时间。那么这里讲到三昧，我们修的是念佛三昧，所以佛号呢念得越多越好。无染无浊，这个浊呢就是说浊相执着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叫做清净三昧。如慧书曰，极净三摩地，无浮无浊，故名清净。这个浮啊，也是染污的意思，它也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当我们被一条绳索绑住的时候啊，就会觉得不自在不自由。其实我们六道众生也被绑住了，被什么绑住啊？被烦恼习气绑在六道里面出不去。你看我们现在就待在这个地球上不自由嘛，活了一辈子都在这个星球上，
这个都是自家自作自受产生的一个果报。下面再解释这个解脱，所住三昧离一切系缚而自在，名曰解脱三昧。这个解呢，就是说解开、解除，把烦恼解除，像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是我们应该把它消除的。那脱呢，是说从果报上来讲，脱离生死，脱离轮回，脱离贪嗔痴，这种三昧就称为解脱三昧。六道众生如果能够证得啊，断见识烦恼，他就被称为阿罗汉，他就不再呀 继续沦堕于六道当中，他就升到呢这个四圣法界。如果再把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断掉，他就离开十法界，升到了十报土。到达十报土，我们就尊称他为分正佛，明心见性的佛。而这个解脱三昧是通名、通用的名称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啊，断除烦恼而得到自在的，这个都叫做解脱三昧。如会俗曰：“止观无碍，故名解脱。”止观，止是放下，是停止。把什么放下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要把这些呢停下来。而这个观呢，就是指的看破，看破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当年贤首国师啊，在《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》里面，给我们提到五指六观，都是在教我们大家看破放下。这个五指呢，就是指造法清虚离缘指；第二个，观人即怕绝欲指；第三，性起凡心法而止；第四，定光显现无念止；第五，事理玄通非相止。这五种止。而这个观呢有六种。第一个，摄境归心真空观；第二，从心现境妙有观；第三，心境秘密圆融观；第四，自身隐现众缘观；第五，多生入一境相观；第六，主伴互现地网观。这个五指六观呢，都是帮助我们大家不断的放下烦恼，不断的呢提高自己的智慧。学佛无非是让自己啊明了自己和周边的所有人事物的一切真实相。所以这个止啊帮助我们观，观呢帮助我们止。那此地提到止观无碍，就是说止不妨碍观，观呢不妨碍止，止观同时起作用。这个就是解脱，这个、就得到自在。有曰：念佛三昧，能除一切烦恼，能解脱生死，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。这个是专门指啊念佛了。我们把自己的起心动念呢、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，全都归到阿弥陀佛，这是最好的。您这样子做呢，就是在修念佛三昧。当年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，就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念佛成佛。三句话，九个字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
不间断。确确实实相信的有阿弥陀佛，有极乐世界。我们这句佛号呢，没有掺杂任何的疑问跟这个妄想，一直念下去，久而久之功夫就得力了。浅的是功夫成片，深的就是事心不乱，高的呢就是理心不乱。心越清净，所生的土就越殊胜。那我们再看一下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有讲到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大家是什么身份呢？居然是阿毗跋致菩萨，或者叫阿惟越致菩萨，这是什么地位？原叫八地菩萨，八地上去就是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、十二就成佛了。十二地就是佛，所以阿弥陀佛的的确确啊，对我们众生的恩惠太大太大了。他不但要帮助我们六道众生快快成佛，他也希望呢，十方世界的菩萨众也能够早一点成就佛道。因此，我们从第四十四愿就能够看到啊，佛的悲心。所以呢，从第四十四普等三昧愿一直到第四十八，是阿弥陀佛特别针对十方菩萨众而想出的这个宏愿，并且这些愿呢全都兑现了。那什么又叫普等三昧愿呢？下面做个解释。普就是普遍，等呢是说菩萨跟诸佛如来相等，跟阿弥陀佛相等。本来是菩萨的，可是到达极乐世界以后呢，也成就佛果位了。那菩萨用什么方法升到极乐世界？居然也是用度六道众生的方法，念佛三昧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虽然在智慧德能相好方面不如菩萨，但是我们所修的方法呢，居然跟其他的菩萨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能够成就，我们呢绝对没有问题。希望大家能够相信。下面给我们说这个普等。普者普遍，等者平等，悲华经谓之遍智三昧。这个遍智三昧啊，就是念佛三昧。分陀利经谓之普智三昧。一个说普等，一个说普智，其实呢意思都是相同的。在无量寿经颂译本讲到普遍三摩地，这个三摩地啊，就是三昧一样的意思。在唐译本里面谓之平等三摩地门。会书是曰：若依诸师，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。你看每一个法师啊，翻译这个名相用字不一样，可是意思啊都是相同。景心老法师讲：普者即普遍义，等者即其等义。其等就是讲平等等齐。所见普广，佛佛皆见。普是普遍，广是广大。佛佛啊，佛佛皆见，故所注定。这个定呢叫做普等。玄一云：有此三昧力，普见诸佛世尊，故言为普。普等现见无所不见，故言为等。平等现见无所不见，这是指的诸佛如来。
其他世界的菩萨升到极乐国土，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，他们的智慧神通道力居然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呢完全平等了。从这儿您就能够想象得到，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每天高兴不高兴？非常欢喜。我们虽然还没有去，但是看了这里的描述啊，我们也会怎么样呢？随喜赞叹，也会很开心呐、啊。下面的话呢是念老所说的：若曰选择本愿正义，这是就选择本愿正义来说，则是念佛三昧德号也。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名相，其实通通都是什么？念佛三昧。普为普遍，凡圣通入之意。佛入这个境界，菩萨入这个境界，我们六道众生呢，以后也能够入。所以这个叫做普。那等又是什么呢？等为平等，念一佛功德，等同一切佛之意。这点我们要留意哦。他是讲念一尊佛的功德，等于呢您念一切佛的功德。那这里的一佛是哪一尊佛？阿弥陀佛。等于说您念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号，所得到的功德呢，等于您念一切诸佛的名号的功德。诸位同学，你想一下啊，如果要把一切佛的名号全部念一遍要多久啊？是不是？那佛太多太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居然就把一切诸佛的名号全都念到。所以念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呀、啊。阿弥陀佛翻成中文就是无量觉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提醒自己要觉悟。而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又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。现在阿弥陀佛把这个一切佛的通号作为他在极乐世界的名号。当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佛也在念我们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，一切诸佛都是非常欢喜的在加持我们。在这个《菩萨念佛三昧经》里面讲，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边，其身即与彼山同色，所以然者山是利故。在这里呢，举须弥山做比喻。我们晓得须弥山呢、啊，跟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山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由四种宝所成的：金、银、琉璃、水晶。那当我们人呢、哦、靠近这一座须弥山的时候，您就会发现什么？自己这个身上的色彩就变颜色了，变成什么呢？金色的。什么缘故呢？山是利故。这是这个山呢，它的氛围非常好，非常强大。又如诸水吸入大海，同其一味，所以然者以海利故。这个以啊，就是因为的意思。我们看这个陆地上，有这个江河湖泊等等这些水，那很多水呢到最后都流到大海里面去了。这么多种水流到大海里面，结果那些水的味道后来都变成什么味道呢？大家有没有尝过海水啊？尝过，居然呢全都跟大海的水呢变成是一味了。这就是海水的势力啊
非常强大，它能够包容一切水流。若人得念佛三昧，亦复如是，是普遍意。同样的嘛，我们今天呢修念佛三昧，天天念，从早到晚都在念阿弥陀佛，您呢就在沾佛的气氛，念着念着到最后您就发现什么，不知不觉就成佛了，这个就是普遍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想什么念什么很重要的。文殊般若经云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。这个地方是指的阿弥陀佛。赞阿弥陀佛即云，我以一心赞一佛，愿遍十方无碍人。这个是普等的意思，因为普遍平等，所以称为呢普等。慧书以清净三昧、解脱三昧、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。这三个名相啊，就把念佛三昧的功德呢为我们显示出来。一个真正的念佛人，您观察，他很清净，他很自在，他没有烦恼，他只有智慧。所谓的智慧长，烦恼呢自然就消除了。的的确确，修念佛三昧的人冥冥当中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当然也得到呢十方诸佛的护佑。改念佛三昧为宝王三昧，宝是大家都喜欢的，宝中之王，宝中之宝，称宝王三昧。在所有三昧当中，念佛三昧是第一，所以称它为宝王三昧。我们一般人对于这桩事情清不清楚呢？说实在话，不清楚。有人说我清楚啊，我天天都在念阿弥陀佛，天天都在读经，天天都在听经呢，我怎么不清楚呢？是吗？真正的清楚叫什么？真正清楚宝王三昧功德的人，他就佛号不会再间断了，他当然呢也不会有任何怀疑，当然佛号当中呢也不会有夹杂任何其他的妄想在。所以我们佛号常常会中断，那就一定要反省一下，我们对于经典的解读深度还不够。怎么办呢？那就还是要多读经，多听经，多念佛。所以念老很慈悲啊，收集了193种经论书，详细的给我们解释这部《无量寿经》会集本。果真呢，天天熏修这部经，学习这个集注，再加上念佛拜佛，我们的业障消除到一定的程度，您对于念佛那一个意愿会越来越强烈。所以功夫啊，天天要增长，不能够松懈。具是一切三昧功德，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也。三昧即三摩地，意为正定、正受。详解见第二品。三昧可以翻成正定，也可以翻成呢正受。什么叫正受啊？正常的享受。那我们现在的种种享受正常不正常啊？那什么又叫正常呢？我们如果按照经题上的标准来衡量就很清楚了，
什么叫正常呢？清净平等觉就是正常。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新的念头的波动哦，那就不正常了。所以学佛就是要恢复正常。六五道众生是很不正常，三恶道众生更不正常。三恶道里面的哪一个众生，哪一种众生是最不正常的呢？就是地狱道，最可怕。下面再解释啊，总持，梵语叫做陀罗尼。这个总持就是说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。我们换一种说法，大家比较好懂，就是抓住一切法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叫做总持。梵语呢，就叫做陀罗尼。为持善不失，他执持善法不会失掉；持恶不生，他永远不会再生起一个恶法，并能持无尽意。详解见第二品。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的义理、深妙的法门，全都在其中，这个叫做总持。深妙之总持，故曰深总持。十方菩萨因闻名故，得诸三昧，欲深总持，安住定中，得成正觉，故曰至于成佛。菩萨怎么成佛的呢？他这个总持法门怎么修的呢？原来就是念阿弥陀佛成就的。所以啊，菩萨他如果有这个缘分听闻到念佛法门，那是太殊胜了。所以我们要发心了，把这个法门到处介绍，逢人就说，逢人就讲，这个功德很大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愿文。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这个是第四十五定中供佛愿。从这就告诉我们呢，菩萨他每天也在哦福慧双修，没有间断的。他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做到呢供佛闻法。他在定中不失定义，定中供佛不失定义，同于德尊普贤品中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。所以这个第四十五愿呢，跟第二品经文的意思呢是相同的，正是普贤大士甚深境界。在佛力的加持之下，菩萨们的能力啊一下子大幅度提高。他们跟谁看齐呢？普贤菩萨。那么这里的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，都是大菩萨。往生论注云，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，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，而能遍至十方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。八地的菩萨他们是常常在三昧当中，因为他有这种三昧的力量，所以呢他不必离开这个地方。比如说他在极乐世界，他不必离开，他可以呢遍知一切诸佛刹土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这种能力啊，那我们凡夫呢也是没办法想象。
而我们升到极乐世界，六道凡夫在佛力的加持之下，居然也有像这些大菩萨一样的本事。您也可以呢，天天供佛，天天修福修慧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度众生。所以我们升到极乐世界，跟这些八地菩萨无二无别。以三昧的神力，身不动本处，他的身体在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没有离开讲堂听佛讲经，但是他能够呢分身化身出去。当他们出去哦，供佛度众生的事办完了，他们又会回到极乐世界的讲堂，然后呢又跟他的本身呢合为一体。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，极乐世界啊，那个菩萨进进出出的数量多不多啊？哎呀，不光是人山人海呀，真的叫铺天盖地呀，太多太多了。那有人就担心了，这么多的菩萨进进出出的，他们会不会在空中撞在一起呀？哎呀，大家怎么这么会担心呢？他怎么可能会撞在一起呢？还有一个现象跟大家说一下，纵然两个菩萨啊面对面的这样子啊交叉而过，也不会有任何感觉。他们身体可以怎么呢？互相融入对方的身体，然后呢又可以分开，很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啊，身不动本处而能遍至十方，这个是化身分身的能力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些话啊，只能够感叹一下，赞叹一下，这不是我们的境界。诸位同修，你想不想有这个分身的能力？如果能够分身多好，那您的本身在哪呢？您的本身就在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好了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听经，这多好。在极乐世界啊，菩萨用功是不间断的，他没有休息的，所以人家福慧很快就圆满达到了。望西师为注定供佛曰：长途者初地以上。这是日本的望西老法师给我们解释这个注定供佛。就长途来说，长途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那么这是指的初地以上的菩萨。身不动本处而能遍至十方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。这个初地啊，它是指的别教初地菩萨，原教呢初住菩萨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后面还是他老人家讲的，又曰：初地以上虽有此德，八地以上是无功用。后面电脑呢给我们稍微说了一下，该为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，这个原教初住的菩萨呢，他是刚刚啊才证得这个境界，但尚不能全离功用。他们虽然有这个能力，但是那个作用啊还不够圆满。八地以上才是无功用道。换句话说，初地菩萨有这个能力也起作用，可是呢不普遍不广大，一定要到八地菩萨才能够大行其道，他们用得很熟，用得很自在，所谓的无往而不利。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了，一生在那边莲花一开，您就是八地菩萨。所以呀，阿弥陀佛对我们太好了，真的要感恩呐，要好好念佛。慧书在说，他方新发心菩萨应闻弥陀名号，顿登上帝菩萨，得诸三昧注定供佛。
这就不是指的极乐世界，是他方世界的心发心菩萨，是指的初发心的菩萨。他初发心就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因为有佛力的帮助，他的境界就提升了。提升怎么样呢？顿登上帝菩萨，你看这个速度多快，顿就是快速。上帝通常是指的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一下子达到这么高的境界，他注定供佛教化众生的能力呢，真正得到大自在大圆满。书曰：众虽心发意，菩萨闻名自人，能得定慧相及，真熟相照，顿得上帝菩萨也。这个心发意菩萨就是初发心菩萨，闻名自人，这个名字是指的阿弥陀佛名号，能得定慧相及。在此地啊，那个关键的字呢，就是那个闻，他不说听，他说闻，因为这里是指的菩萨嘛。那这个闻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菩萨所修的三慧里面的第一个闻慧，有闻慧，当然还有思慧，还有修慧，闻思修三慧。闻是代表接触，思呢就是说他明白，修呢是说他再也不迷惑了。而这个三慧呀，它是同时完成，它不是分开的。那么菩萨有这样的智慧，他才能够啊定慧相及。我们看它起作用了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真熟相照。诸佛如来所证的是真，世间的人情世故是俗，菩萨呢对这一点全都通达无碍，清清楚楚，这个叫做闻名。心发意菩萨他们都有啊三慧，这就比那个三学要高了。小乘法呢是讲三学，菩萨呢是有三慧，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，他们是有阶段性的，所谓的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而菩萨的闻思修三慧呢是一次完成，这个当中就没有界限，它是一桩事情。接触明了破迷开悟是在一桩事情里面完成，那这个就高明了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才能够啊顿登上帝菩萨。下面再引用啊《文殊般若经》上的一段开示：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，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，皆成一如，成最正觉，悉具无量功德辩才，如是入一行三昧，则净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，云云。这个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，所以念一佛功德呢无量无边，跟念无量诸佛功德无二。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。那此地所讲的一佛就是指的阿弥陀佛，我们念一佛功德等于念一切诸佛的功德，彼此呢没有差异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一部经叫做《佛说佛名经》，还有一部经呢叫做《千佛名经》。
千佛名经里面的佛的名号有3000多，而佛说佛名经里面的佛有11093尊佛。一般呢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农历年嘛，过年的时候呢，寺院都会啊拜佛。那拜佛他们用的是哪一部经呢？就是佛说佛名经。诸位同修，纵然您这个7天当中哦，把这10000尊佛全都拜了，可是拜到最后您还记不记得前面第一尊佛呢？不见得记得吧。但是如果这个7天当中拜佛，我们都是拜的阿弥陀佛，从第一天拜到第7天，您在第7天还记不记得阿弥陀佛呢？肯定记得嘛。说真的，那个阿弥陀佛呢，就是11093尊佛，一个不漏啊。其实佛哪里只有11000呢，1亿都不止。而且我们拜一尊佛呢，心比较集中，拜这个万佛呢，容易在这个当中啊会打妄想，所以拜一尊佛比较专注。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啊，对佛法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呢，不是很清楚。不清楚呢，他也不去把它弄明白，他那个疑问呢，一直都存在那，又没有善知识为他呢解释，又没有善友呢给他说明，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求学的障碍。菩萨他们的缘分就殊胜，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，帮助他们破疑生信，化解他的障碍。最后一句，皆成一如成最正觉。一如是真心自信法性佛性等等，都是一桩事情。与三昧中遍知诸佛世界差别相，正于注定共佛同旨。诸佛世界一相无二相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这大乘经里面讲嘛，一切相都是从心想生。那这些相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金刚经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其实这句话不但是指呢十法界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再看十报图里面的相它又如何呢？十报图里面的相，所谓的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。生到极乐国土啊，我们那个环境理想的不得了，殊胜无比啊。那最殊胜的一个场所超过十报图，是在长极光净土，这是一切菩萨呢都共同向往的地方。我们看底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，或陀罗尼。这个是第24章啊，这一章的经文有3愿。或陀罗尼，这句经文以上是第46或陀罗尼愿，1、2、3忍以上是第47闻名得忍愿，那后面呢就是第48愿了，现正不退愿，这都是为菩萨发的这个3个大愿。阿弥陀佛啊，他老人家就说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啊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说这个他方就是包括呢十方诸佛刹土。大家怎么样呢？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，听到弥陀名号，个个都能够证得
离生之法。离就是远离、脱离，生当然也包括死，生也包括灭，所以生死生灭他都离开了，永远都远离，他能够获得陀罗尼。第四十六愿，离生者，离生死也。阿罗汉，两种生死，他离开了一个，分段生死。可是他还有什么生死呢？变异生死。但是人家就不需要再待在六道里面了，他就升到四圣法界，到那里呢，还要继续的断见识烦恼的习气，还要破尘沙烦恼、尘沙烦恼习气，还要破无明烦恼。把无明烦恼断掉，他就可以升到啊这个十报土了。所谓的变异啊，我们就阿罗汉来说呢，他们在十法界里面的四乘法界，由阿罗汉向上提高升到圆觉，由圆觉提高到菩萨，再提高到十法界里面的佛，那么层层向上提升也修得很辛苦，时间很长，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呢这个变异生死。可是到达十报庄严土啊，不但这个分段生死没了，连这个变异生死呢也没有了。他们是真正像这里所讲的正正德、正离生法。所以我们还待在这个地球上，那就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两种生死就摆脱不了啊。什么时候啊，真的人呢不能够死，一死之后就怎么样呢？就像古人所讲的，一死就没完没了。不学佛人呢，他就有个误会哦，一死就一了百了，这可是迷信了，这可是不对的。我们到达极乐世界的时候活着去的，无量寿。这个霍陀罗尼下面呢还做了一个解释，他说三圣行人入于见道。这个三圣修行人就是指的小圣阿罗汉、中圣毗支佛、大圣菩萨。那么这里呢都是指还没有见性的这些菩萨。见性的菩萨呢就称为啊摩诃萨，他们呢都还在这个十法界里面修，升到了十报土的菩萨，那就是十教的大圣菩萨。升到十报土里面的菩萨就不再用阿赖耶了，通通呢转八十乘四智，人家都开始全部用这个真心。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啊，三圣行人入于见道，他们是从见道入门的。那这个道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的因见地理。这个地啊，指的四个方面：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，这就是四地法，他都明了。断见思惑，这个见思烦恼它是必须先断见惑再断思惑。见惑呢有八十八品，分为呢五种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思惑呢有八十一品，分为贪嗔痴慢疑。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断了见惑的人要尊重，就算他是出过须陀洹，虽然没出六道，但是人家怎么样呢？已经入圣流了。他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之后，就可以出六道。永离三界之生，是云正性离生。
他永远离开三界之身。三界就是指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是指的六道。所以啊，断除见识烦恼呢，才算得上是什么？永离三界之身，这个叫做正性离身。其实我们要明白，六道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再把范围扩大，十法界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甚至再扩大，十报土是不是永远存在呢？你想一下嘛，如果说十报土是永远都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佛怎么样回到常寂光呢？是不是他还是要把什么呢，十报土放下，他才能够回归到常寂光净土。当然佛入到常寂光之后，他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，他还是要怎么样呢，常常示现报身、应身、化身度众生。这里有个名相啊，我们一般很少看到，是正性离生。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680页，参考资料下册680页，大家找正性离生，有看到吗？好，这是从佛学大辞典里面啊摘录啊这个圣性离生的说法。唯识作圣性，具色作正性，其意已也。你看唯识经论呢，他们是讲的圣性，具色论呢说的是正性，其实他们是一个意思。生无漏智而断烦恼，未为圣性。生闻缘觉之二圣，入于见道之位，生一分之无漏智，断分别起之烦恼障。这是俱舍论所讲的。阿罗汉披支佛他们就入于见道之位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人家已经把见识烦恼断掉了，而披支佛呢还把这个见识烦恼的习气也断掉了。所以呀、啊、声闻缘觉把执着放下，也就是把见识烦恼放下，这个无漏智他就能够生一分。这一分无漏智能够断见思烦恼，也断呢分别起的烦恼障。不过呢他的无明烦恼还没有破。菩萨生一分之无漏智，断烦恼所知之二障，因而得一分之圣性，永离异性之生，为为圣性离生。这里的异性就是指的凡夫。这些圣人呢，在讲这些菩萨们，他们绝对呢不会再堕落到六道里面。他们住在哪呢？四圣法界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。他们已经离开了凡圣同居土，因为他们都断了见识烦恼嘛。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说法。唯识论九，这是第九卷。二圣见到现在前时，唯断一种，名得圣性。三大类的烦恼呢，他们断了见识烦恼，那我们就尊称他为阿罗汉。当然他就不必啊再担心了六道里面再轮回。菩萨见到现在前时，具断二种，明得圣性。那菩萨就比阿罗汉厉害，他不但断这个见识烦恼，也断呢尘沙烦恼，这两种都断掉，就是此地所讲的圣性。此地所说的
聚断二种，这个二种就是见识烦恼跟尘沙烦恼。假如说他能够断了尘沙烦恼的习气，他就称为呢四圣法界里面的佛。这个佛啊，天台大师讲的相似即佛，但是他的无明烦恼还没有断，所以他还要待在这个四圣法界里面啊，继续修，等到把这个无明烦恼也断掉了，他就出离十法界了，他就离开四圣法界，就升到十报土，在那边呢再把无明烦恼的习气清除干净，他就回到常寂光。常寂光呢也叫做大光明藏。聚色论二十三卷，这是第二十三卷所讲的。得势第一法，虽住异性生，而能去入正性离生。得势第一法，这是指的小圣阿罗汉，虽然住在异性生，证得了阿罗汉，他还住在六道里面，但是呢他有能力哦去入正性离生。正性离生就是超越六道升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两种生死，分段生死他断了，但是呢他还有这个变异生死，因为他升到这个四圣法界嘛，还有这个变异生死。其实这个变异生死啊是个形容词，并不是说他真的有这个生有这个死。而我们人在六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生有死啊？是没有啊，你不要急着马上摇头我们在六道里面真的有这个分段生死啊，还有这个变异生死啊。所谓的变异生死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说我们这是讲证得阿罗汉之后啊，向上面修，您修呢修这一个，我们就讲六度法好了，您就一直在修，这个过程呢也是蛮艰辛的，就好像是在修苦行一样，所以呢就讲它是变异生死，其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生死的。在这个四教仪第六卷讲，圣以正为义，舍凡性入正性。所以说呢这个圣跟正啊，他们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好，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下面呢我们再来接着看注解518页第六行。518页第六行，在万善同归集里面讲，其灯解脱之门，显阐离生之道。这两句话是永明延寿大师所讲的，下面是念老呢给我们做一个解释。十方菩萨以闻名故，皆证此离生之法，并得陀罗尼。其灯解脱之门，显阐离生之道。这就是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之后，个个都能够啊证得离生之法。这就说明呢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呀。像小圣圣人证得阿罗汉果，大圣原教证初住菩萨，别教是初地菩萨，这个叫做离生之法。并得陀罗尼，并且呢他也得到陀罗尼。陀罗尼刚刚说了，翻成中文就是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那么这是一般的讲法，就说这个人呢智慧开了，
他一精通呢，步步精通。什么叫通呢？全都没有障碍。像慧能大师，他从《金刚经》开悟之后，其他的经典他只要听一点点，后面他都懂了。下面再解释啊，这个陀罗尼有四种。第一个叫法陀罗尼，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。古人讲嘛，有些人呢，他读书的能力很强，所谓的过目成诵，他只要看一本书啊，看一遍，就能够把这一段文章、这一章的文章，或者是整篇文章全都能够记得住。我们大家有没有这种能力？边看就边忘啊，那我们就没有这种法陀罗尼喽。那怎么样让自己能力变强呢？有一个方法很好，多看嘛，遍数多了，自然呢就记得住了。第二个叫意陀罗尼，与诸法之意总持不忘。这是说他开悟了，对于经典里面的义理呢，他弄明白了，把经里面的义理搞清楚了，那其他的经典呢，他全都贯通。所以啊，学佛真的要明心见性啊，不大彻大悟啊，您要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去修，一部经典一部经典去修，那修到什么时候啊？不要说别的吧，我们就看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经论，您有没有把握从现在开始起就一步步去学，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去学，您有没有把握全部都贯通呢？没有。所以啊，这个修道还是按照古人那个方法好，一门深入。这个方法呢，既快速又稳当又安全，而且效果很大。第三是咒陀罗尼，有咒陀罗尼有五名，有五个名称，据密藏记忆，这是密宗的典籍啊，这是日本呢弘法大师他所写的。他说这个咒陀罗尼呢有五个名称，第一个叫做陀罗尼，第二个叫名，第三个叫做咒，第四叫密语，第五叫真言。陀罗尼者，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，是故陀罗尼与名其义不异。佛讲经的时候啊，会放光，光中呢又现佛现菩萨。可是佛菩萨说的这些法啊，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呢？众人在现场看，看不看得懂啊？看不懂。那佛菩萨呢，他们是只传音不传意。所以我们修密宗哦，去念这些咒语也有好处。为什么？一般来说这个咒语呢没有意思，那没有意思呢，我们就不会胡思乱想的，你就老实念就好了。而实际上密咒有没有意思？还是有意思。密咒怎么样呢？它有无量意。像学密的人最普遍一个念的咒语是六字大明咒，大家会念吧？嗡嘛呢叭咪吽，这是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。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嗡是身体，嘛呢就是莲花，叭咪是保持，吽是意。如果直接把它翻过来啊，您肯定不懂。直接翻是什么意思呢？生莲花保持意。您觉得这个文法跟我们中国的文法怎么样？我们很难懂是不是？我们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，大家就比较好懂这个意思了。
保持生意像莲花一样，这样大家懂了，这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的意思。可是啊，很多人呢，虽然天天念这个咒语，他不太懂这个里面的意思，他也不晓得怎么去做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保持清净呐、啊，莲花就代表清净嘛。持陀罗尼人能发神通，除灾患，与此方咒净法相似，故曰咒。所以专心持咒的人呢，他能够有这些啊现象。当然他要产生这个现象，一定是呢非常专注。你看这个持咒有什么好处啊？能发神通，能够消除灾患。为什么能够消除灾患呢？因为他心善行善，所以才能够化解个人跟众生的灾难。凡夫二圣不能知，故曰密语。咒呢也称为密语。这个咒语啊，不要说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你现在跑到印度去，去问那些印度人，他们懂不懂的？也不懂。因为这个咒语啊，多半是鬼神的语言，他方世界的语言，所以我们一般人呢不太了解。真言者，如来之言，真实无虚，故曰真言。其实佛呢，对于这些啊，不需要为我们说得很清楚。我们听了、看了这些咒语之后，只要能够真正相信，认真去受持，都会得到真实之力。所以佛传法呢，他也会看呢、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该传什么法就一定给他讲什么法，那不该传这个法呢，一字不说，因为缘不到嘛，缘不到讲了也是白讲，那干脆呢就不讲。可是缘一旦到了呢，那就毫无保留，和盘托出，尽心尽力的为他做一解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。明天是周日，我们上课的时间是澳洲时间早上10:00到11:30。莫学悟圣出席念讲，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